这个是没有开头，你看。看完之后他也不敢动，他很小心啊，他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一个。好，陶阿姨。他是铁工技师，还有一个老外，他跟他 order。因为原厂的是很久，到早一点啊。原厂设计是16公斤，现在多了10公斤。哇！袂啦，迄是算坐袂过来，恁拢无袂假死啦。伊会坐袂过来，有可能要。你甲乱掉了。抗拘力，啊好，真个无好讲。这个运动量太多了，速度快。每一个都会有短期的效应啊，一定都会有啊。我就在怀疑。那个小的那个它转速越快，那个脱油效应越高啊，不是吗？对，跟质量有关，质量有关哦，质量更大哦。不晓得，但是因为小引擎不是转子转它的那个赔率也是小啊，是吗？因为260大家都拿来做 3D 的。哦，若不快就好像是。它从这边降。对啊，南风。哦，